当成好像张黑板，学生坐上面讲解，这个方法是很瞎啊，可是不能只是这样子操作、沟通、互动。那现在这个赤手多少运动之下，回过头来的讲什么权利没有更多，听很多权利，权利消化吸收之后，尝试错误，错误尝试修正两种，哎，又长进。所以刚才提了这个造势变化，再跟我们这段历史的感觉、感受、感应，我们一会儿会反应，一会儿我就来了。以后再追求打人、杀伤力、背打、挨打，还有爆发力、耐力，整体功夫就来了。然后你能做的，我刚才讲的是一大堆事，我没有超出你的生活。你的能力范围，叫你二三十分一天练好水平的，练好冲拳，你二三十分钟为基准，这三十分钟打水平的，只是冲拳都可以。那一天你有做别的套路招式，跑步、举重，那天就是有运动。所以很多健康指南都是一周三次，一次三十分钟，心脉搏数多少，你就是维持健康。那你这个做不到吗？做不到，你也好像二十一天两三次。那现在你不能一周三次，你为了运动，七天最少五天，一上做什么，现在做什么，准备好了，然后礼拜天的休息，偷懒去玩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你就能够练得不好吗？那又不需要你总训中心，我这一年我练我练参加这个。脸部的世界上不是吗？手伸出来的，伸到这个程度，你这边有一个小穴，我把它干成筋骨啊，你去扫那个什么，抓住抓住，拍拍，拍打拉打是独立。拍打，拍打，拍打，所有动作是用打为主角，配合着拍，配合着拉，然后用力把它就抓住就慢慢那个就。如果练好了，就应该不太需要。有时候我哪里是智商这么低？然后如果你原来就用招式为例。很少最有用，做安全，我摆撞是最有用，甚至过这个手拦住，甚至过拿住，有时候不仅仅一个手拿，按住也逃不掉，也死给我看，对不对？我说不是，我这个没有需要强的力量，技术而已，干不干练，是不是一点事情？没拿，除非有两个极端，我们没有极端了。就那个女生已经拿了拿死，要是把琴拿出来捏死了，普通情况之下你好上不了，我把这抓好，把这好，你就费力，你会慢慢能量递减，把这把这，然后跟比较上这个行的过来，甚至不拿这个来。好久不见。哎。